天晚上在哪里睡觉的？讲话声这么大怎么行？今天又周六喽，你怎么买菜回来？回来了，买了两大包。你主人买菜，带了几个虾来喂乌龟，看他吃不吃？来，来，哦，来，看吃不吃？昨天不是吃肉的吗？好，来喂虾啊。吃不吃啊？小姐，来，来，你吃不吃？他不吃，补了几个虾仁，他一点都不吃。昨天喂的，你看，我们一般夏天两天喂一次。摸摸啊，摸摸摸摸，按摩按摩按摩。看看，我们就喜欢按摩。看看我们的龟龟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终于出来了，没摔痛吧？啊，有摔痛吧？你惹了生气了？气了？好了，我来把鞋子拿走了啊，在那等啊。走了，跟着跑。你看，跟着鞋子跑了，能整整只鞋哦。好好，拿回去。啊，好好，拿回去。没，没气了。今天天气好，明天要下雨。哟，乌龟很聪明，躲了。哟，昨天不是刚喂过吗？好朋友夫妻两个到我们家来玩，看看乌龟的反应啊。过去，他看得懂吗？看你了没？你看，他不怕生的啊，就很聪明的，你看。你看，你逗他，你看。好，把李主人从老家带过来的花生拿出去晒一晒。好，给大家看看我的劳动成果啊。大部分时间你看在晒太阳，它很会选地方啊，它在看着女主人，头伸在了沙发下面。女主人又做饭了。180度转来，好快！好，吃午饭了。那今天你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吃？
吃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毛衣干炒辣椒，哦，这个是剩菜。现在来吃饭。炸黄鳝，这个是炒米线，这是炒这个豆，毛豆，啊，真不错，两荤两素，吃饭喽。睡午觉了，要乖乖点，要扒在这里。